哇！因为我一个失误就去了，小雪又被咬了。 看一下仙术有没有改，哎，好，看起来就中招了，这个要挡两只，好有用。那速度好快哦，我觉得交易金被加强了。 一二动，来，再来，可以。 好爽啊！我降防御就可以一直刷节奏，哇！他会生气，改了，他有加强，原本很难触发吧？我看攻略很难触发焦鱼精的，他到底要一回合几动？而且他伤害应该大于600血了，他血量超过600了。 经过剧情都会降低保持度，所以有剧情就要记得去喂。来吧，小雪拿，这样才对嘛。 哎，在哪招？哇，没看过50发木像砍力，业务数废了，我们用砍。撑住，阿愁撑住，完了，他变好快，呜。 没有复活药吗？有，复活这样还是会死。
我感受到帮忙补一下好吗？保护主人。现在交易金超快。对啊 ，PC 版。他已经加了木系抗力了。变得很抗土，本来是木克土，所以土系伤害打伤要更低。他突然都打阿丑了，有有。五鬼总算做事了，打下面好吗？关魂就在下面。啊，又来了。又生气了，我用 A 了，暴击也杀不死，我一回合开好多绝招，这一局没有光环，挡不了，打下面，可以打下面呢。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总算打下面了。还有治疗住吗？没有。我感受到需要用水的压力了。但我觉得要买飞斧，小雪要买飞斧，他。木抗土啊，没有精细的可以克木。他现在整个他开了这一刀之后，小雪跟阿丑的骑术都作废了，然后小雪的普攻又很低。又开，你又开。不断的变硬，别！哦哦，差点去了。没挡到，反而简单的挡没挡好，吓我一跳。刷七啊，有第一只有变强了，我觉得第一只有变强了，我感受到变强，我感受到困难版了。如果不会隔挡的人会补得很辛苦，不隔挡的话，大概失血量就会更多。忘记补满灵力了，好，运气不错。哎呦，好快啊！我错了，这个挡好像不能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挡，应该挡不了。我马上就错了。要喝水。
直接会明明神。这个完全不给我玩洞察光环。哎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变很快，整个节奏战斗很紧凑。你有看到吗？我居然要补成这样，跟玩天心的天之痕。原你玩的这个应该是天下无缺吧？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斗转，斗转，斗转心理，斗转心理。凤尾草要危急时刻再用。好吧，攻击吧，应该要帮他买武器了。哎，我又没挡好啊。无鬼保存灵力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还会生气完呢，他要愤怒了，看他会出什么怒意金子。哇，黑岩之光啊！我没挡到，这个可以挡着说。全体耶，欸，改了，全体昏睡三回合，变得有点用了。本来因为只有一只没什么用，全体催眠这还可以，不过对 boss 应该是比较没那么有用。只能靠绝技输出的。中毒扣好快，哦！这毒也太毒了吧！我觉得这游戏的毒变好毒哦，毒到不行。小雪就是要换一条干净的，应该来解毒了。不解毒真的不行，他这样改的话还不错。本来解毒药更没在用，太毒了，我没办法。他这样改不错了。不然的话根本不会去用解毒，毒完全没伤害。我真的要去抓怪了或练怪。水有限，水不能乱花。看来我还是要洗个钱。突然想洗钱了，我们要喝很多水。你看我们这间 boss 都打得这么辛苦了，后面还得了？这是第三只 boss， 看他变得多强。阿呆跑去后面去，后面跪着，过来。抓到阿呆了。
抓过来。阿呆问号。只是他可能等下又跑掉。好像不像在待，不太想待那里。来，先拉个零，增加经验值。现在龙盘的效果只是增加经验值而已，其他就没用了。放完大概快没体，其他就增加按同样数字就好，一二，其他就按55。现在阿丑血量最低，应该会尽量会攻击阿丑。我们维持血量不要被秒，让他一直格挡。可以可以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他的神剑澳洲，哎，对，你的神剑澳洲了。因为想说还可以玩吗？我来看一下能不能玩那一招。哎，我要出一只点出去。不能，不能，跟2.03版一样。没有。对吧？看能不能触发那个动画。他跟的是最新版本的。来了，原本很多怪物要看攻略才会触发他的生气的条件，他把条件设得很奇怪，很多很多 boss 的怒意技都不会触发，他这好像都强制会触发，让你不会错过 boss 的招。我还以为没有，我想说刷了之后会很无聊啊。如果你想看的话，应该做法很简单，就是读我们那天练好的。我记得那个绝招条件一样，我一开始没有砍存档，我去读那个，发现我读那个一读档就学到神剑澳洲了，因为我在学到那一刻有存档。如果我继承那个存档的话，现在就有神剑澳洲一直刷。原来如此，狂暴抗议。对，我就只用 A 的。超费，难怪骑术变得很重。乖乖 A， 然后小雪只能够用那个，小雪只能够用连击的，只有小雪能用连击，哎，我有点失望。帮他，哎，不错人了，我要先放。招式都很重要。哇，飞刀痛！要靠符鬼了，这里真的要靠符鬼了。符鬼的输出居然还是有用的。瞬间要快点输出，他不然没有生气。哎，忘了还有二阶段，完了，火系的金克木，火克金那招没效。等一下他会出火招，不要用金的，用 A 的。用 A 的好像也有点废。
他有抗，护抗好像也有。哇，还会吸血啊！输出不够还打不完了、啊。看来我要买一堆起无限金钱，买一堆投资物品来投了。可是洗钱的话，感觉就会失去难度。有啊，我也舍得吃，只是我不知道要吃谁比较好。好珍贵啊！我想一下，先帮他吧。没有，他要我要吃自己。小雪才是适合吃黄金丹的人。哦，痛死！其实我应该也要练点护驾，这边需要土护驾。小雪就负责补血了，乖乖当辅助。毒一定要解，毒不解不行。这一版的毒也很痛。我都忘记要调灵力攻击，太少用符鬼了。这一反不用符鬼会打很久，还好我有练符鬼。有了，我一直在等绝招。如果用先刷神剑到之后，会不会难度就大降？直接用秒的，秒到中期。只是我花那个时间也是两小时，不如乖乖打过去，这样想一个。除非我直接继承那个原本的存档，结果不能打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结束了，好辛苦的一战。起来吸经验，可以。八等。我应该要学流云替才来打他，会更轻松啊！直接水克火。哎，五行血给这么早，可以，轻松解决。哇！六字改了，炸药没那么好解哦，不是金属性的话就解不了哦，我错了。
他居然改了，他居然知道我要用炸药解，应该会不一定会解，两只是补的，还是有两只。有啊，只是可能游戏没有敌人最多五只的，原本是这样，但他游戏实际上应该有七只还八只限制，有八个。他好像就是八 byte 吧，这样就可以代两个 byte 代表一个单位。像新仙剑最多有八个人可以追随，超过八个就会宕机。我在猜，如果我再多召唤两只，会不会宕机？他这个已经把能用的格子都塞满了，如果我再召唤两个护驾，好像会宕机。原来如此。